不一不让他回。你叫他商量，起步马上发个钞。他啥衣服都不杀了，这些。那往人山老带局了吧？我们说，搁外围上。我看你像做的饼了比较吃。耽误，不叫吃。耽误呢？把鱼点去，点。嗯。我点什么？把鱼点去。点去。嗯，这鞋扣呀。那。这么多怎么不敢不花了？不中啊！这不真我花了，中花了，这不真是的。有四个饼，不中啊！这几个饼啊？四个饼。我举他又行了，长这个举了。当不当不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啊，我长这个举体，这个。画玩吧，画玩吧。我中下了。我也不下。那不中算。等到大二局嘞，举得厉害吧？举厉害，一摔过去就摔过去。你把胖子吃了不多了，直接。直接把举给你。一举那一举二啊，对。哪位？哪位举？还没有那个哪位一举二。多多的多了，那厉害，我估计热的乱。打那个不让那个死。多多的都脱了吧，我。把香烟飞都脱了。我觉得这样也好一点。不过今天长见识了啊！没来过去，这个下去上个一般好玩啊，一般好玩。没下过去，你们都好。多多看了就看了，多那点看过那个地方就不是是是。你说了。那肌肉你解铁不？你拿来拿走。去了，厉害了，不能行，我多了是多了吧。嗯，你看他们下去都是打板儿，你记住两个打板儿。你要是总下去，那就跟那个让他前个后脚都能记住。你要是光看记不住，你看人家下去记不住。哦，做这个账你就是入不上。其实你说脾气好，关键你就是看着不急。赶紧走了吧。嗯，你想走了？不是，我想走了。我一会儿。出来的时候你再翻过去。只能用那个锯齿，不能用这个锯齿。用你的后边锯齿，这样翻过来以后把饼再一带，这不能没戏了。中国军事，咱们打中路。哎，你太打中路了。一会儿又倒霉了，你看吧。这走一会儿又倒霉了。他能带枪了。是再来的？那咱人家不敢来。这是我外家，那你来吧。搁那儿，你走吧。都不要了。我该不是的，我再来了我都白讲。他这下来，我给他搁个炮。打我的球。这不就是连着都连着。连着都连着。Thank you.
那你把那个局切一边了，多少连了你有啥那个？那个局不能起来，你的河儿跑河儿局不能起来，往哪是路？嗯那你不桌上走，那你咋走？不叫那轮子喝了不？耶，那你可不沾光，我跟你说。确实，不叫。听懂吧？香烟别着。他一打你的局，我把炮给你拽了，压炮。打我的局。弱气。打局。啊，打你不局。赶快跑！五十。跑了完了，开了。等那不局吧，行、啊，上去啊，下来，我就上去吧，我怎么跑了？你这下来嘛？这么位置好了，担心跑不了了，上去，等那个局，你等哪个局？等这个局，咋等啊？那马条这不管用，那老局不给他拆了？那个，哎，真是。他搁那看上落气了，他才不怕灯呢。你这儿去、啊，马看了跑了。上丢人了，我、嗯、丢钱了，嗯，丢钱了，丢钱。他给他吃了，他叫炮给他砸了。我上个马，他原来他上。上哪个去？上个马，他给你吃了，你叫炮给他砸了。我说上哪个去？换气，换气不吃亏。换气。打了你的马有马有根儿。嗯，对。我上马，我会马的，头把马我吃了，头把炮打了，我会马。这是你进一步马不中。进马不中，进马，进马的局看着的。把炮吃了，看给他看了。看哪个？看哪个？看这个。逮局了，走吧。逮不了。啊？逮了逮不了。逮了逮不了。得跑啊！啊，等下了呗。等局。吃的，都完了。是不是？咱比他多个字儿、啊、呀？没比他多个大字儿吗？咱咱局吃，一、二，还是一个，二两，三、四、五。咱俩打着八的，咱俩还打着。不换太少了，再换了不换太少了。会马看住是好气。刚才拼还拼亏了，那你可不，那你先送一个，我先吃一个，那你肯定得亏，这个给弄走了。你看着，他给你吃了，你肥肥了，给他给你吃了，这是弱戏，多一个马。你多把你的兵割韭菜，这是个贫气、啊、我等等他的局，我的局，我可别了你还别了，那这回不让不能让我一个钱、啊、不能不能等这个局界吃吧，不错，说不说不说，说不说一直讲，是一直唱着。这回我刚才那菜他没法，他只有那个。你可以弄啥？我可以弄。你可以弄啥？这回再上马都给我吃了。那你上马，你那我肯定给你吃了。那你上马，一上马交气。你上马，你上马，我这还吃，我吃你干？带你去吃了泡肉妥了呗。你说马也丢了。那一对呀，那不都换了？又换一个吗？一换一个，不就多一个吗？多一个字还是多个字？这兵恁多兵，一二三四五个兵还保全？保不全？保不全，我要恁多一个兵都中。一个都兵保不全、啊。一个兵一个都中。操他的心！这个老太太，过去我都过。一个局拼一个象，不让拼。你都弄那个象不松松了？他往哪跑了？再弄一个象，行。我弄那个兵，你那兵不要了。哎，多干给你拼，多干给你拼。我一个兵都中了，我说不中。那个兵包，二门兵包着。啊，说不中了，我俩不。